你好，下午快四点，台北美食社长下午茶。社长现在在台北的 Grand Hyatt， 也就是君悦酒店的凯菲屋而下午茶。那么我叫请服务员帮我拿点菜，拿个牛排，拿个面包，拿个虾子，还有拿个那个鸡汤啊。那么以往社长啊，社长以往来台北君悦酒店开会吃饭，从来从以前到现在都没付过一毛钱，因为都是吃政府的，要不然就吃厂商的。这边几乎每个月每天都有这个，都有这边记者会，每天吃喝玩的都不要钱的，喝下午茶都不要钱。这是第一次花钱啊，880加一层啊，第一次花钱啊，我从来没有花过一毛钱在君悦酒店，都是吃不要钱的啊。好，那个这边的菜色还不错，等我叫他弄几个炒菜的来试试看，他的那个十三厨啊，不知道这几厨看一看啊。好